庆祝母亲节，云林市区一馆甲二馆五月三十一号进行推出和服体验的活动，来参加和服体验，也阁会来送虎尾糖、点心卷。另外配合母亲节，也阁推出手作课程以及精油掠人的体验，希望大家透过文化体验，更加熟悉在地，也甲妈妈度过一个无同款的母亲节。工作人员穿着和服，配合云林市区的背景，就参照伫咧日本同款。云林市区一馆甲二馆为了加深民众的文化体验，今年开始推出和服体验的活动，配合着母亲节来到，其实将虎尾糖的甜度搭配母亲节和服体验活动来做推广。我觉得还蛮新鲜的，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，那在那老建筑里面，你可以享受到说像日式的一个氛围，仿佛我已经到了日本。机库的一馆跟二馆同时都有和服的体验，因为平常有可能在二馆的话你要特别的预约。那机库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馆所，那平常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呢我们就两边开放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虎尾糖厂第三公差它是古迹，所以那样的古迹里面的氛围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文化体验。这个和服有男生有女生也有小孩，然后有男生小孩有小女生的，其实非常的有趣。那他们穿的和服在园区里面庭院里面跑啊拍照啊，然后就会留下非常美的一个文化记忆。推广在地冬季农产也是智库这几冬主要的目标，参照是诚实餐桌，也配合母亲节有做优惠的活动，另外要手做课程、精油掠人等等。在五月六号、十三号跟二十号的下午的诚实餐桌，那这次餐桌呢也是新的一季，叫凤梨季。你只要满六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诚实餐桌的话，我们还特别送一个妈妈的蛋糕。我们要体谅妈妈很辛苦的话，你可以帮妈妈按摩，也可以跟妈妈一起来学习。我们这边有精油的按摩，是在五月十八号的下午。就欢迎大家一起找妈妈或是姐妹们一起来学精油的按摩。母亲节不一定爱去吃好料的，也当选一件水水的和服跟妈妈留下纪念，也是一款不错的庆祝方式。详细活动内容请询问云林市区。记者陈贵祖的参报道。